いいカードが出た。来了，欢迎回来海中之旅。那今天一样我们去打架。今天的话是9月13号的晚上啊，距离我们9月16号赛季结束，我们87赛季大概还有两三天的时间。那等一下来介绍一下我们目前人生生涯最高分是几分，然后今天的话预计再往上冲个2000分这样子。OK， 那在打架之前，先介绍一下活动跟我们这一次的那个转蛋活动，还有一些抽卡活动。这次的话有挑战对战资源2的第二波的一个活动，然后转蛋跟活动都有，就是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挑战对战。那转蛋部分的话有两个，第一个的话是今天开放的我们这鬼岛，然后有那个鬼岛鲁夫跟罗，然后还有那个佩人布。那他的抽卡的话是第三抽是免费的啦，然后其他的话大概送你一些那个特效球啊一些东西，然后最后的话第五抽是那个第五十抽啦，然后是三选一这样子。那感觉起来鬼岛鲁夫跟罗比较实用啦，其他我是觉得这个感觉有点浪费啦，因为这个话还不如抽之前那个乌尔蒂跟明哥三选一，我觉得那一次的话真的是不错。250钻乌尔蒂、明哥跟萨波那次三选一我觉得都很好，明哥啊乌尔蒂这些都很实用，所以这个的话应该是直接放弃。然后再来是这个我们精选的那个防御角，那这个的话一样是100钻换我们的那个50个那个四星的碎片。那这个的话之前一开始我觉得还蛮划算，结果之后听大佬说很不划算，然后我之后算一算发现对，真的不划算。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新手玩家的话，其实真的不要拿100钻去换这个50碎片，因为你如果这个游戏里面我大概算一下就知道了，这个游戏的钻我一般是大概用6块一钻大概等于6块台币来算。那一钻的一六块台币的话，你可以看到我们平常在打这个挑战对战的这个东西。那上面这个是一般我们打架都会拿到的奖励嘛？下面这个的话就是要氪了。那前四万分的话是33块台币，后面4万到12万的话是那个100块台币，总共啦。我们下面的话，反正氪起来就是每次活动大概就是133台币。133台币哦，除了可以拿40个这个四星碎片之外呢，还有拿一堆的那些特效球啊这些东西，然后还有拿这个宝珠这些。所以133块相当于20钻的一个价值，20钻可以拿到40个四星的碎片，然后外加一堆的特效球。所以如果是新手玩家的话，我是觉得与其拿100钻去抽那个50碎片，好像真的还不如直接拿来氪这边比较好。那如果跟我一样是新手玩家的话，大概前半年我们这个活动大概每天都要氪一次啊，就是133就当做少喝一杯饮料钱。但是这个东西的话真的增强蛮多的，不管是你的上场角色啦，或是你的资源角，有这些东西增强的话，真的那个资源力那个往上提升的话，你的角色会比较强一点。好啦 ，OK 啦，所以简单说就是要氪啦，就氪活动通行证。反正如果喜爱这个游戏的话，133块应该是还 OK 啦，就当做是个月卡钱这样子。好 ，OK， 介绍完啦，简单说就是这次两个抽奖那个抽卡活动都没什么好的。来打架，我们今天一样来打架。那今天的话，目前87赛季，目前的话积分是人生最高分，有没有更新最佳积分1852分？那目前的话排名是9552，哇，终于进入到万名之内了，然后有那个数值，到时候结算的时候希望还能在万名以内这样子。本来是想要打联盟啦，然后我突然想到这一次的活动有出了一个新角啊，一个三星角，我觉得很有趣，想到今天来玩一下好了。因为我们挑战对战的话目前是有重新的嘛，那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一下新角好了。哇，我都忘记有这只角色了。来，霍金斯其实是超新系里面来说我还蛮喜欢的一只，它真的很有趣。他最早出来的时候好像是黄猿的时候吧，在夏波地出岛的时候，然后我记得他那时候占卜，然后黄猿在他头顶上，然后说你有被光束踢过吗，然后他说好像他占卜今天命不该绝这样子。霍金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角色，然后他的卡牌的占卜能力也是很不错的，然后所以他这次的话把他做出来，只是他星数也低了，他好像才好像三星的样子吧，不过他是写和之国，所以他的技能是和之国的技能，所以我片头的话是去找那个和之国的霍金斯的那个能力。他之前在夏波地主导能力是被踢的时候，他会有那个替身那个巫毒娃娃，然后就是把伤害会传给那个娃娃这样子。那就是和之国的话，他能力有变这样子，然后来看一下他的能力好了。第一个的话是那个稻草人卡片，就对中距离损害并击飞敌人，然后发动的时候亮相无效这样子，然后有分一二段的样子，伤害的话非常普通啊，非常普通297，然后击飞的一个效果。然后第二个能力蛮有趣的，它是属于蓝队的防御角，但是它的能力这个能力是属于辅助的能力，
就是你出现死相了吗？他每次只要跟他占卜说你出现死相了吗，你就一定会死掉这样。然后是中距离一定范围内的友方队友会随机有一个效果，然后这效果的话有攻击力 30%, 防御 30%, 移动率 30%, 哦，这完全随机耶。这如果我是那个夺宝角，然后不是，如果是防御者，然后拿到一个移动速度的话，不是很尴尬这样子。OK, 那我来玩一下吧。那我还没玩过他，所以来看一下。那特性的话，哦，我只有一特性啦，因为目前的话，那个碎片的话是你去解挑战对战的时候，里面它会有那个碎片，你可以慢慢收集。然后剩在我方的夺宝区的时候，收到损伤减30%。那哇，它特性还真少哎。那特性二的话，使用二技能缩短吸力时间，被怪兵攻击的时候有2%的几率不受任何损伤。哦，2%哎，真是很低，赌20%也就算了，妈2%。OK 啦，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玩一下我们的那个霍金斯啊，配我们的赤犬这样子，然后来主力我们先玩霍金斯啦，那赤犬的话就随缘这样子。OK, 来吧，打架吧 ,Go! 好，开打，来让你见识我们占卜师霍金斯的威力。哇，还有三哥，哇，我们的队伍乱七八糟，哇，前面这才是正常的队伍。好，我们霍金斯的话其实还不错，我觉得他之前的那个黄猿的那个比较有趣，然后和之国的话好像有他有放那个追击卡牌跟支援卡牌，然后好像可以帮团补的样子，以前的话都是他自己占卜啦，然后他之后的话好像可以帮一些队友占卜这样子，所以呢来我来帮大家占卜啊。哎，干嘛人跑了，哎呦哎呦呦，我移动速度加快，哎，起来蛮，哎，有30%起来蛮快的哦。来了，防御者啊，算了，我们还是不要打人家好了。哦哟，不要怕，虚佐能乎？我看你老师，看三下就死了。看你好，哇，你一个超传脚欺负我一个霍金斯，你真的是说不过去啊。没办法，我们还有三哥的，我的天哪，我先我来看一下我们三哥的对战。哦哟，大象在这里，我们人这么多，哎，闪啊，不好意思，哦哟，这边几只啊，一二三四，哎，三只，哇，这是些什么乱七，哇，两只超弩。打对战有需要这样吗？来，看来我是要帮我的好队友们那个上一些 buff 效果，攻击加30%应该是还不错的。好，来，等我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我帮你加。看你有没有加到啊？我是看不是很出来有没有加到。来了，哇，帅啊！好，打赢了，还不错，哇 ，MVP， 美败，来三哥一起啊，三哥，哇，不错，头牌呀、啊，哇，霍金斯，虽然说我是用赤犬在玩的，好 ，OK， Go， 下一场，来了，开打，那你就是我们霍金斯哥的威力啊，然后对面的话，哎呦，这是标准的非常猛的组队，哇，天哪！哎，你们先不要跑，你们先让我加一下 buff 效果嘛。我们有追击卡牌啊，支援卡牌，防御卡牌，我们有三选一的模式啊，任君挑选。你们等我个2秒钟就好了，因为他这个动画有点久，我靠，他那个算那个卡牌的动画有点久。来霍金斯啊，但是通常他跟雷利差不多，被摸到大概就死掉了。来帮大家算一下，看有没有跑光了。我是加什么？哦，加移动速度。看我防御者，你加我移动速度，
欸，但是我帮对方加什么东西，我看得到吗？我看不到了。对啊，看不到。好吧，就当做我不有帮大家加过就好了。来来，霍金斯，哦哟，其实以长相来说的话，是还蛮有特色的。来，走去帮大家。来了啊，三个在这边，我嘞，干来了，虚作能乎？哇，九滴血，我干，九滴血，哇操，我虚作能乎放出来九滴血，哇，完全不给面子啊，天哪！算了，看来还是只能靠我的。哎呦，没人鸟我吗？你看。我想说没人鸟我来了啊！欺负我霍金斯哈！你们欺负我霍金斯！我操，放错地方！死了啊！死了啊！还好没打他！我无敌，不好意思。我看你老师！等我！我操！哇，混塞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好来，我们的霍金哥来了，霍金哥，等我霍金哥，虚佐能乎，刷刷，再看一下，干好鸟、哦，傻小，哇，好塞啊！这怎么受得了？我们都，哎呦！哇，这个红法很屌哦！秒杀！倚仗倚仗啊啊！你虽然说你是蓝鼠的啊，但是你还是要死。你是蓝鼠的，你还是要死。妈妈，起来！死了！好，搞定，轻松。哇，又要飞过来了，差不多撤。闪避，准回啦！肤浅。昏天暗地的，一发两发啊、无敌两次，刚好用完了。哎呦，杰哥你们很猛哦，杰哥。怎么会在后面打我了？你们是吃饱太闲了是不是啊？干，你们杀不死我的霍金哥就不会死哦啊！干，霍金哥都没有出来。干，左右还是视线比较强，真的是。罗哥来吧，哇，好了，爽度来说还是真的，我们的霍金哥好像还是不太行。好嘞 ，OK， 霍金哥一开始有帮大家 buff 到了，剩下就不知道在干嘛。好 ，OK， 哇，全部拿完了，好，没事，再打 ，Go， 来了，开战，走，我们的霍金斯大人，哇，霍金斯大人，我们的队友啊，还行啊。对面的话、也是一些难打的角色，没关系，我们霍金斯帮大家加追击卡啊，支援防御卡。哇，这个东西真的啦，我是觉得不能那个，因为范围太慢了，三分钟的战斗那个速度转换那么快，哇，放一个技能要三秒钟。来，我们的队友的话啊，普普我们有关系，我们虚佐能乎看他们打死人。今天最主要就是试试看。我们虚佐能乎到你们打死，我刚刚打过一个人，大概2000吧，哇，2000真是很少。来，你们先不要跑，我先帮你们单补一下。有加到了，加到这只鸟。干，我加攻击，为什么一直给我防御者加攻击啊？而且这只鸟是不是卡点了？干，这只鸟是不是不太会飞啊？我的天哪！干，我怎么有点差赛了？这只鸟不太会飞。哇，不是这样的吧？好了 ，OK 了，赶快去帮忙，因为我觉得我感觉队友不是很可靠的感觉。明哥在这里来了，虚佐能乎抓2000、3000、6000、6000，搞霍金斯打死了。人呢？我操，罗杰你好意思？哎呦，好啦，至少证明了我的虚佐能乎哇，打一下大概3000的血了。好啦，算了，你们真的是不知道挑战对战是拿来练角色的。真的是够了，你们真的是够了，我受够你了，罗杰。谁啊？罗哥，你也在这里哦，这么巧。
起来！妈蛋！单挑我、哦，哎呦，想打我？单挑从没怕过的啦！你看小子，哇操！明哥还没死哦，啊，好吧，那你还是见识一下我虚佐能护的威力哈。哎，有队友哎，来帮，来帮你算个牌。哎，不要跑，哎，加了。虽然说我不知道你帮你加了什么东西，移动速度，我的自己移动速度。哎呦，有猛哦，有猛！虚佐能护，刷刷，我干没中哎。哎呦，妈的还好，干打死吧！干，这样都打不死。哇，满等的明哥，你们真的是很好意思。快！这明哥很该死。来来，你们棋，你拔你的棋啊！拔好棋就是你的死棋了。拔好棋就是你的死棋了。快快快，快拔，快拔，快拔！啊、我掩护你，我掩护你，我靠！不好意思啊，撞到你。哎、欸，但只看到人就跑了，你们有没有点 sense 啊？但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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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样你很猛哦啊！躲在这个角落这边装死。哎、欸，来起来，起来，罗杰哥哥起来，死了。还有谁？还有谁？出来，下一个出来，出来面对。哎、欸，罗。哎呦，白胡子，还好你爸刚刚先闪了。哎呦，又跑了，又跑了，又跑了，就这里，就这里，就是这个完美的点，传送过来，开大绝，哇操！起来，让我四秒东西又干爆你，红发就是你，红发就是你死了啊 ，OK 的，好，哎、欸，我们输了，哎、欸，看哦，白胡子还是七八了，好 ，OK， 那大概是这样啦，所以这次的话。应该是不用再打了，因为反正打应该也是输了。那这个夜晚的盒子果是固定的了，反正就是那个报酬尽量拿了，因为我们新手的玩家的话，除个133，拿个40的那个四星碎片，再加一些特效球还是不错的。然后事实证明啊，我们的那个我们的虚佐能哭，我们的霍金斯大哥呢，那个真的是不是很好用啊。他这个东西真的是太随机了，而且随机完之后，他那个释放时间太少。然后这个玩意真的是不痛，哇靠！打别人大概3000滴血，然后特效来说的话普普啊，所以玩完今天他应该就是仓管角色了。OK， 大概是这样啦，给大家做个参考，如果有兴趣的话也是可以玩一下。那在我们这个任务活动这边呢，都是可以拿到他的碎片的，这边然后可以拿到碎片，哎呀，是不是就跟那个我们的那个剧场版鲁夫一样？然后是不用指望他可以到超那个啦，特三特四，大概就是拿一些碎片啊到那个满等就可以了。OK， 大概是这样啦。那今天喜欢支持一下，我是玄老，感谢收看，下次有人再见。